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善于挑战禁忌礼俗的女性影展又来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很荣幸邀请策展人罗佩嘉来到现场，我们分享。佩嘉你好。凯英好。佩嘉每一年都来帮我们分享女影的精彩片单呢，今年的主题非常振奋人心，有是自由之影，崩坏之欲，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这一次用了非常强烈的字眼哦，其实就是要传达一个今年的女性影展要做自己的这样子的精神，对，然后也希望可以跟台湾就是这一年的发展做一些更紧密的结合，所以其实它是比较议题性的包装，就是议题里面我们谈了很多跟女性自主有关，然后性别意识有关，或是整个文化或是社会运动相关，总结就是有一个我们女人或者是甚至女导演对于自由各方面的一种想象跟一种上瘾，就是使命哦，所以才会用自由之影。然后外加为什么要用崩坏之欲，就是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我们今年非常的就是独特，因为我们要先破坏后建设，先把很多就是不合常理或是比较不是那么恰当的规范，传统规范也好，习俗也好，我们拿出来检视，然后讨论，然后破坏它，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个崩坏之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真的非常有解构主义的快感。今年很振奋人心的还有就是邀请到两位电影的钢琴师来 PK， 对不对？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影后，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对，我们这次好幸运哦，就是女性人第21年，希望可以跟过去做很多更多的突破。然后刚好今年看到了伊莎贝·雨培，也就是十几年前我拍《钢琴教师》这一部，当时候非常惊世骇俗的影片。对，然后再加上另外一部比较温柔的，也是钢琴师的影片，叫《钢琴师和他的情人》的女主角何丽·杭特的片子，就是他们现在步入就是中年、中老年这样的女人，然后当了30-40年的就是女演员的新片，然后很荣幸的就是这一次两部影片，就是这两个重量级的女主角的影片都邀到了，所以有点是在台湾两个钢琴师要 PK 的那种感觉。那这两部片可不可以大概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好，这一次伊莎贝·雨培她主演的这部片子也是我们今年女性影展的开幕片，叫做《以脆弱之名》。然后她其实就是在谈一个有了年纪，然后风华不再，可是又是中产阶级，因为是女导演这样子的身份，这样比较是在市场里面强势的一个女性，可是她中风之后她又渴望，就中风之后她又渴望在复原之后得到爱情的滋润，然后重新拍一部影片。那即便她认识了一个就是年轻貌美然后身材壮硕的男演员，然后明知道就是他其实是在骗他钱，因为是一个诈骗分子，可是还是有一种就是整部片子在讨论他就是情不自禁义无反顾以脆弱之名的方式希望能够这个男人在他身边，所以他那个比较是一种爱情的纠葛。然后这一部片子也放在我们的就是单元里面，就是让我们一起下流这样的单元，那主轴是要讨论一个学术名词叫坏情感，就是我们一起释放我们原本不被认同的一些存在在每个人心里面的那种坏情感。对，还有另外一部重量级以后的作品是哪一部呢？对，另外一部我想台湾的观众会更熟悉的就是何丽·杭特。那钢琴师和他的情人一定很多人都看过。对，但是这一次在女影要放的这个何丽·杭特片子是完全颠覆他以前的所有的形象，因为他其实早期还拍什么《直到永远》啊，然后他后期还帮很多的这个动画片配音，但是这一部里面就是我们这次要放叫《我的嬉皮老妈》，他就是演一个老妈，而且非常的嬉皮，两个他未曾谋面的两个女儿远从荷兰然后跑到美国来找他，于是三个人就展开了就是非常这个惊奇的公路之旅的，类似像生命探索这样子的公路电影。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何丽·杭特，就是哇，原来他可以拍出这么就是野性，然后有一点点粗犷中，可是又带着一种细腻的这种就是哲学家的一种味道。那这部片子是属于就是跟刚刚《以脆弱之名》比较不一样，是那一部是属于一种爱情的坏情感，就比较严肃，
那这一部就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然后放在我们要讨论就是多元成家这一个单元的里面。对啊，我记得我看预告的时候看到两个女儿到拖车，因为何丽杭特住在一个拖车非常的嬉皮，然后就居然第一个动作她是拿着枪指着他们，就想说是谁要来侵犯他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刚刚佩佳也说，就是我的嬉皮老妈是多元不成家的这个单元里面，为什么加了一个不呢？对，这很好玩。其实因为今年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就希望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度，从就是去年年底，然后到今年，我们讨论很多议题嘛。那多元成不成家这件事情是一直被讨论的。对，其实女影的立场都还蛮确定，是我们是支持多元成家这件事情。不过跟就是去年的运动，比如说还记得就是两派人马在讨论吗？我们发现好像大家把多元成家这件事情就定位在就是法律条款的讨论，还有同志婚姻这件事情。对，可是其实合法，对，那其实法律其实包了另外还有两块，一个是异性恋，异性伴侣里面不一定要有婚姻的约束，还有就是当我们没有情感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姐妹啊，或者是我们就是没有我们能不能共组一个家？当我们没有伴，或是没有其他依靠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共享资源、遗产，或者我们可以领养小孩？这样的议题其实都在那个多元成家的概念里面都有要就是呈现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想说，那与其我们谈多元成家，我们不如把它挂号布起来，来告诉大家说，每个人都有决定成不成家的权利。对，你想要成家，或是谁被迫成家，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所谓条件婚姻嘛，那这些东西其实应该都要被看到，所以我们比较用软性柔性的，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家的模样可以很多元。对，家的组成方式真的可以非常的多，不是我们就是规范说只有一种或是两种或是三种。没错，我会界定他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导演，因为他不只拍所谓的就是政治这件事情，他还会拍女人女性政治这件事，然后谈什么70年代就在谈小三，谈未婚生子，然后谈领养收养小孩这件事情，然后再谈就是女性可不可以追求就是梦想，她非常的前卫，然后先锋派。今年的其实单元真的测定的非常有趣哦，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坏情感的这个单元里面啊，我们一起下流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片子佩佳想要跟我们分享？好，如果大家听到名称可能会很害怕，但是其实我们要呈现的下流不是我们就是每天讲的那个下流那个字，因为其实下流是一种往下流动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往下不断坠的这种东西，叫 falling， 就是现在国际间在讨论的，也就是跟坏情感有关，我们要往下一直看。那这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想我推荐一个片子叫做《哈萨克的孤儿》，然后它也是这一次让我觉得很惊艳的片子，那它的，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看过哈萨克的电影，然后我只知道有个哈萨克打排球的有石头身对，然后我无法想象就是他们的电影发展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女导演的作品，可是当我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原来他可以把就是这么简单的议题带得这么有张力，可是又不媚俗，它不是一个就是好像剧情很高潮的迭起，可是你可以从那个整个那个电影感受到哈萨克的氛围，那种边缘在苏联，然后在靠近这种中亚的那种地方，然后有黄种人，有西方人，然后他们那样子的一个混淆的地带，那这样子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类型的这样子的孤儿的族群，所以它这个呈现就是那样子的孤儿在里面产生的一种坏情感，当他没有感受到爱，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爱，没有被爱的时候，如何是为怎么样一物牵一物的一直牵扯下去，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还蛮值得一看，就是坏情感的指标的作品。对，今年就是女影的焦点影人啊，选的是第一位获得柏林金熊奖的女导演嘛，
梅塞洛斯，可以请佩嘉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风格啊。其实他的身世还蛮曲折的，对不对？对，玛塔梅塞洛斯今年82岁，然后他从三四十岁就开始拍，也就是他拍电影已经拍了50-60年了。那他拍的电影就是他经历，他那么大，表示他经历了很多，就是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然后也看透了很多，就是集权统治之下的状态。因为他小时候，他虽然在匈牙利长大，可是他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就移居到苏联去了，所以他有很多就是在集权统治下看到史达林集权那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的一个成长背景，所以他拍的片子呢都非常的挑战禁忌，挑战集权，然后比较左派思想，然后他当然也随着他这个50-60年的历史，就是他的拍片史，他当然题材上有非常不同的氛围跟变化。那我会界定他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导演，因为他不只拍所谓的就是政治这件事情，他还会拍女性政治这件事，然后谈什么70年代就在谈小三，我们现在谈这个人家就是30-40年前就在谈，已经在讲了，谈未婚生子，然后谈领养。收养小孩这件事情，然后再谈就是女性可不可以追求就是梦想、职场生涯、当导演这些事，所以他非常的前卫，然后先锋派，然后大部分的片子都还蛮值得一看的。那他的作品，佩嘉有没有觉得特别推荐的呢？一定要去看的作品。这一次我们有选他，就是三四十部他拍过的片子里面选出精选五部。那我自己觉得最具有代表性的叫做《收养》，然后他是1975年，也就是得到那个柏林金球奖第一次得到的那个作品。那女影很少有机会可以真的就是找到这么多的旧片，因为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然后当我看到黑白胶卷的影像。然后看到那个时候的女人，她怎么去争取，就是，我的离经叛道，可是我有我的原因要离经叛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成长，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就是想要了解30-40年前的小三，想要领养小孩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部片可以看。其实我看到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我的爱人日记》，对不对？对，这部片感觉也是非常是，可不可以帮我们也多做一下介绍？好，给爱人的日记其实是他拍的3部曲之一，那包含了给父母的日记，还有给女儿的日记。那我们这次只挑一部出来，然后这个日记三部曲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是他的自传，他把它分成就是3段式，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这个中年的记忆，还有就是青少女时期的记忆。那给爱人的记忆就是在他中间那一段，就是当他是女性到了19-20岁的时候，然后他想要去追求他的电影梦的那一段时间，他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有讲了很多的专题，女性导演其实不只是专注于讨论我们的性别身体啊，其实也非常关注社会嘛、政治等等。那其实今年也有一个单元叫做自由主义下的狗屎人生。对，今年的单元都非常的呛辣哦。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也是7个单元里面比较像刚刚多元成家那个比较就是结合社会时事议题的。那台湾其实上半年度经历了社会运动，对，服贸。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想知道，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服贸是什么。那其实服贸跟新自由主义，就是所谓的新的政治经济自由贸易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想说，我们用软性来看好了，我们拿一些影片，其实跟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很大，就是生活百态有很大关系的影片，那大家一起来看。因为其实新自由主义包含很多嘛，经济面，然后还有包括可能是移工移民，然后还有包括网路，甚至是电影工业碰撞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那个发展有非常多的对比性可以讨论。所以一个大面向来看，就是新自由主义下的狗屎人生。但是这个狗屎其实不是很负面的意思哦，因为本来我们有想说，那如果叫狗屎人生，是不是用卤蛇？可能现在最新名词。最新的名词。后来决定不要，因为卤蛇感觉好像你这个人就是注定人生失败族。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每个人都有非常人生非常狗屎的时候，不管你是胜利组、失败组，或是我们在比如说我做影展，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很狗屎的这个状的时刻嘛。阿扎的时候，对阿扎的时候，那这个阿扎是没有一个结果论，它就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那就阿扎嘛，那你就来看，就是别人的阿扎是怎么样子。嗯，那有没有一个出口？不是每部片子都是负面的，搞不好阿扎过后有很棒的出口也不一定。嗯，对，这个阿扎可能是整个社会脉络下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嘛，看看别人是怎么样面对的。对，他从澳洲到波士尼亚去旅游，然后挖掘到很多当地不为人知的历史的伤痕跟秘密。嗯，跟他在韩国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你怎么会想要用澳洲人的角度去拍一个波士尼亚的东西这样子？那他说，当他是女人的议题的时候，世界不分内外，不分彼此，不分你我。那我觉得他讲得很棒。这次有非常多重要的国际级的影人来，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位拍 A 片的女导演，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女影谈很多议题的东西。那总是要给大家一些娱乐吧。那娱乐这种东西，我又不想要单纯的娱乐，所以我想要来一个就是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娱乐，在电影院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娱乐，而且是一种很挑战的、很极限的。嗯，所以我们找了就是一个在德国非常知名的 A 片导演，然后也就是所谓的酷儿。A 片导演，我们不是要给大家看一般什么日本 A 片还是什么耽美 A 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要看的 A 片是他的片子，其实带了非常多的实验片的味道。他本身是酷儿理论学家，也是女性主义者。他如何把这么有内涵跟深度的东西放到我们一般的 A 片里面去？然后他自己又自编自导自演。很酷哦，非常厉害。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看 A 片，然后看这个导演就是三点全露之后还出现在这个影厅里面跟大家互动。对，佩嘉除了这个 A 片导演以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影人吗？我们这一次呢还会有一个重量级的导演来台，也就是刚刚讲的开幕片《以脆弱之名》的导演，凯瑟琳·布雷亚。如果有在就是 follow 就是。影展活动的人都知道，凯瑟琳·布雷亚是这个法国教母级的导演，对，然后包括金马影展啦，然后包括以前的女性展都曾经做过非常多她的系列的专题。那这个《以脆弱之名》呢，其实是讲她自己的故事。她2005年的时候本来要来台湾参加就是女影的焦点影人，结果她中风了。然后她就把她中风之后的故事，爱上骗子的故事，就写成一个剧本，然后请伊莎贝雨陪拍。所以这个算是她的最跟她生活就是最扣在一起的故事。那跟她以前如果大家熟悉的作品，就是完全的另外一种风貌。以前她是以大胆狂妄像感官解析这样的片子，就是挑战就是大家不敢接受那种情欲啦，然后情色啦、裸体啊这样的东西。但这一次他就内敛了，他要看的是更内心世界的那一块的东西。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把他的作品，然后做一些比较或者是讨论，然后等他来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问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转变。对，完全是从肉体改变到进入到了心灵的层面。另外一个我非常被他着迷哦，就是有一部片子在我们的创伤诊疗室的单元里面，然后叫做《无人知晓的韦瑟葛勒》。那其演这部片子里面饰演阿金的这个女演员，她也会来台湾。然后我在韩国参加女性影展的时候，我跟她碰到面，看了这部片子之后，那非常的有魅力，就是一个我觉得演员分成很多种，那如果做到一个就是可以又有主见，然后有思想，你演出的东西就是活的，是有灵魂的。那这个片子就是她自己也是亲身经历，然后她到这个波士尼亚，她从澳洲到波士尼亚去旅游。然后挖掘到很多当地不为人知的历史的伤痕跟秘密。那他在演的时候，
他自己演他自己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整个片子里面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神，他的痛苦，他的不舒服，面对那样的历史伤痕的那个状态，是跟他本身就是好像是又像演戏又不像演戏，那这个境界我觉得很棒。然后我在跟他在韩国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你怎么会想要用澳洲人的角度去拍一个波士尼亚的东西这样子？那他说，当他是女人的议题的时候，世界不分内外，不分彼此，不分你我。那我觉得他讲得很棒，非常有这个使命感的一个女性，一个女性。所以佩嘉其实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做女性影展的策展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就是每一年下来以后，你的心情如何呢？好，我其实蛮开心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心路历程真的还蛮复杂的哦。然后我觉得我前两年很幸运，因为前两年的观众反应都还不错，然后我有很棒的团队，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前两年其实是好像是大家的帮忙之下撑起来的。那即便做得好，那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所以今年其实是我跟团队下更多功夫的一年，然后每个环节都做得更扎实，就是一点点的错误，一点点的就是不顺，我们都没有办法容忍，都没有办法容忍他。那这个心理压力很大，可是同样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是很兴奋的说，我们有信心，就是今年绝对可以超越，以前过往。然后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每一届都很棒，就是包括不管是前辈，或者是我过去，包括今年三届，我觉得各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但是我只能说，就是今年是我们更用功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对支持我们。支持，所以就是佩嘉，如果就是对想要参加影展工作或者是策展工作的，就是一些新进的小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给他们？这工作不容易，一定要保持热忱，然后保持对电影还有性别意识的信念，就是把这样的高度拉高，然后有性别意识，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非常感谢佩嘉帮我们分享女影，谢谢佩嘉，谢谢凯英，谢谢。